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当天战略听从主命而且一语听从的时候当地展开抛弃所怀而且变为空虚听从主命而且一语听从的时候人啊你必定勉励工作直到会见你的主你将看到自己的牢记至于用右手接过功过簿者将受简易的饥寒而兴高采烈的反与他的家属至于从背后接过功过簿者将叫苦连天入于烈火之中从前他在家属间原是快乐的他已猜想他绝不会归于主不然他的主原是监察他的唯一晚霞门是以黑夜及其包罗万象的门市以圆满时的月亮门市你们必定遭遇重重的灾难你们怎能不信道呢当别人对他们宣读古兰经的时候他们怎么不叩头呢不然不信道的人们是否认真理的真主全知道他们心中隐藏的东西故你应当以一种痛苦的刑罚向他们报喜唯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将受不断的报酬